分黑色门起来，分红天以分为主，正在研究九天玄尊所留算术。这个飘着的路点，乃是精灵天下百岁的乱心风。精灵天下，此地天文早前已经封印，目前无法进入。当初玄尊眼光真好，竟会选择精灵守卫中一处。精灵领地心比飞翔，就可稳中下去，严人目。当初地名真奉精灵天下，除了正下明日之花，也是真正目的，是为了执行这战任务。二师兄，根据这段时间的种种事情，你也认定地名是玄尊执行者吗？我早已明白。我实在无法理解玄尊当时的做法。我本以为与魂级七祖相同，玄尊只是一直交流修身之道，而非是亲自栽培，更非出自仙门。追究此事亦无意义。也是，精灵天下既然已经封印，暂时无太大疑虑。西方和解散。传说佛门之中最神秘的四种含义，定会记录此道实行。这个地方必须前往西北地界，但此地古原广阔，拢阔大无，但地大人稀，要探佛门线索，看来只能拜托一夜师了。此地就请梵天协助。第三个地点，曲山九洞。望剑林，你可有了解？我伫遐此地等，有何疑虑？此地位在东南方，天魂聚散幽静，通往一处九林。当初此地乃是玄尊所设，用来栽培斩慧者的地方。最声名者乃叫做望剑，但后来我再前往关心，却发现众人皆成为囚枪，惨不忍睹。此地五位兄长，最后一个地方独步王国，应该是渡到中段之地。此事可由玉逍遥处理。二师兄需要五鼎协助吗？维持魂海神门的稳定，便是最大协助。以后穷游西周武功，必须以往此地避难。这样有算数了吗？除了这四处，西山别处顶已有多一十两处。红衣行当初也大招一宿，只能叫红顶天怀，能找出当初埋种两宿之处。共有七处，那只差一处。如果最后无法阻止，二师兄打算如何？目前只有蒙阳宝龙，如果我施下力量，亦何降临？咱也只能以北极小神正面对决。但是个人不愧是二师兄，我先离开了。二师兄，我希望你离开如门之后，能回来执掌魂海神门。我相信每一个人拢真期待你的回归。你做得真好，除了你，无人能执掌魂海神门。二师兄，我离开了，保重。这是二三天呢，已经离开了。靠，真可惜，你哪不叫我？杜岩，以后还是机会。叫了，但不要信了，你要去看吗？西方覆盖上，殊不知的，梵天即刻启程。你娘说，你知影这个地方吗？梵天所驾驶之间，也曾经踏上巅峰之路。我乃二山，以前早都去过了。你独步王国，我曾听天家所言，今回都已前往了解真相。这件事我嘛知影，以前我在魂斗山
有小狗救赎团队的消息，以后正在多古王国调查事变。张生啊，到底是谁？张生，我问你，你无讲清楚。是姜子仙家。啥？假使呢？姜子终于再度封顶了，观众真期待呀。独步王国方面，便由因两人处理。西方和计算由我负责，那我便前往曲山求道，彼此修行。第三人努力通知天下，每一环天即刻动心。您放心吧。